嚟都系为咗呢样嘢啫。本公子有大量嘅不良嗜好，尤其好色。我老将啊，做得好，多谢将军，大胆人贼。微臣参见公主。我话俾你听，我就系咁恩将仇报、咁记仇嘅女人嚟啦。做咩嚟？你想点啊？啊，你个我讲咩啊？讲嘢又讲一半，伸手又伸一半。你做咩啊？想够胆泄露呢个秘密，杀佢全家。都明咩？系。公主，你身上有翡翠明珠，小心保管啊！睇唔到啊，兄弟，佢身上有翡翠明珠啊！问你翡翠明珠，你唔知啊嘛？咁明珠翡翠喺边，你都知啦啩？日日都写封咁嘅信入嚟，有咩直接讲啊嘛？爱情已经存在。你哋讲咁耐，究竟讲乜嘢啊？我灵感开，全镇无人不晓。大人又话你见我冇？故事讲到呢一度，又有好嘢介绍俾你。带我走啊！点算呢？朕都冇晒主意啦。每个女人都希望有个男人可以对佢公主一样，我未试过，自求多。我应该快乐，而遗憾不应该太多。佢系你嘅公主啦。佢永远都系我嘅公主。一日都系你，搞到我哋三个都唔开心。走啊！走啊！和谁行进一生得到。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，内容可能一样，但是版本可以不一样。我不理什么天地不容，什么大逆不道，